发工资，改发生活费。上面通知，以后不要再给中央写信了。大兄，我从来不怕泼冷水。哎，老大，快，我腿不紧，救命！我是个废物，龙王在哪？龙在哪里？真的，就是要想得开，听得足。我的经验呐、有两条，一是不怕，二是乐观。你就是邓小平。